美国加州排舞协会于4月13日晚上在圣塔克拉拉会议中心举行20周年庆祝大会，600位贵宾侨领社团领袖及排舞协会会员共同出席庆祝。庆祝活动由钟永济师傅所率领降龙舞狮庆献瑞位晚会揭开序幕。20头雄狮在会场舞动，不仅在湾区首见，更显示美国加州排舞协会在20年来朝气蓬勃、充满无限的活力。二条巨龙飞舞更代表排舞协会生生不息，将为大家带来更健康并美好未来。 Actually, I know this is teamwork, and for the past 20 years we work seamlessly together to bring the positive energy to the community, and we just make this whole world more beautiful. We are not serving in Bay Area, not only serving in the Bay Area, we serve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even the world. We are very proud. 排舞协会也做很多国民外交工作，除了回国参加中华民国的国庆活动之外呢，平常在社区啊也积极的参与，也因为啊排舞协会啊对于社区的巨大贡献，所以啊我们 Kilo 老师啊才能够获得颁发这个美国总统一等奖的金质奖章。年会中林桂香也捐善款给湾区慈善组织，包括世台联合基金会、华人特殊儿童之友会及史丹福儿童医院等，让排舞协会实际关怀社会，分享爱心到社区。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创意的年度盛会上，美国加州排舞协会教练团与核心干部带来了一场令人惊艳的表演，让整个会场沸腾不已。新颖的设计与出色的表演获得了全场观众的一致掌声和欢呼。这场精彩的年会为美国加州排舞协会再增添了一抹灿烂的色彩，也让人们更加期待未来排舞世界的精彩表现和创新突破。本则新闻由金山湾区文教中心提供。